高兴今天大家一起来到教会，我们为我们的神献上感谢，因为我们能够来到教会，我们一起起立好吗？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，那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神，希望我用诚实，用我的心灵来敬拜他。那等一下会有三段经文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，让我们的心能够进入神的话语里面，来思想神的话语。也能够让我们的双手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，OK。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大声的来朗诵、朗读神的话语。好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施过奇妙的事，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。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。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，所凭的信实，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。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，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，要用琴歌颂耶和华，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，用号和脚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。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。愿大水拍手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，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，他要按公义审判行邪。
造我自己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。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约翰福音15:5-10。你是我永远。
建造。耶稣就说，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。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。小子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们的门徒了。约翰福音13:31-35。献上的敬拜祭，阿门。请坐。